谢主耶稣，众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又度过了一个礼拜六，一起来敬拜主耶稣。无论你在哪里都好，感谢主。如果你在企上来的话，好不好？我们每一个人都企上来，一起来敬拜主，好吗？Amen。 感谢主耶稣，我们来到新的礼拜了。无论你是安装的状况，在出来的道路，我们最近来敬拜，我们来做准备我们的心。Amen。好不好？我们做一些祈祷，主耶稣，我们将我们的聚会交托今日，我们爱欢喜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无论是安怎的这个状况，我们也是来敬拜你。主耶稣，无论什么状况，我们仍然要来敬拜你，在家里也好，在教会也好，我们同众弟兄姊妹一起来敬拜你。感谢主，给耶稣得到一切的荣耀。哈利路亚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 Amen， Amen。落雨刮大风，我都要来赞美神。无论病痛途有空，我都要来把神颂。无论落雨刮大风，我都要来赞美神。无论病痛途有空，我都要来把神颂。就算逼迫使我受苦痛，不会忘记耶稣，无法与你钉十架痛苦相比，我要每天赞美你。无论落雨刮大风，我都要来赞美神。无论病痛途有空，我都要来把神颂。就算逼迫使我受苦痛，不会忘记耶稣，无法与你钉十架痛苦相比，我要每天赞美你。无论落雨刮大风，我都要来赞美神。无论病痛途有空，我都要来把神颂。就算逼迫使我受苦痛，不会忘记耶稣，无法与你钉十架痛苦相比，我要每天赞美。哈利路亚！无论落雨刮大风，我都要来赞美神。无论病痛途有空，我都要来把神颂。就算逼迫使我受苦痛，不会忘记耶稣，无法与你钉十架痛苦相比，我要每天赞美你。就算逼迫使我受苦痛，不会忘记耶稣，无法与你钉十架痛苦相比，我要每天赞美你。就算逼迫使我受苦痛，不会忘记耶稣，无法与你钉十架痛苦相比，我要每天赞美你。有恩来看看，有恩来听听，保你满意。耶稣的道路，耶稣的同在，人人都爱。来看看，有缘来听听，保你满意。耶稣的道路，耶稣的同在，人人都爱。当我开我的心来信耶稣，伊改变我的心，我过得真好。人人的可贵面变成大喜乐，来信。耶稣真正好，少年年纪迈过大，将来大志做安排，平安喜乐拢归你。有缘来看看，有缘来听听，保你满意。耶稣的道路，耶稣的同在，人人都爱。有缘来看看，有缘来听听，保你满意。耶稣的道路，耶稣的同在，人人都爱。当我开我的心来
来信耶稣，你改变我的心肝，过得真好。人人的苦过免提，是大喜乐。来信耶稣，真正好。将来大事做安排，平安喜乐拢归你。有闲来看看，有闲来听听，包你满意。耶稣的道路，耶稣的同在，人人都爱。有闲来看看，有闲来听听。包你满意，耶稣的道路，耶稣的同在，人人都爱。当我开我的心来信耶稣，你改变我的心肝，过得真好。人人的苦过面变成大喜乐，来信耶稣。真正好，少年年纪卖孤单，将来大事做安排，平安喜乐拢归你。来信耶稣，真正好。少年离家卖苦担，将来大事做安排，平安喜乐拢归你。来信耶稣，来信耶稣，真正好。少年离家卖苦将来大事做安排，平安喜乐拢归你。你没有权能，没有能力，你必会拯救，你每时永远，你没有恩典。没有怜悯，每天是新恩，我的永在至关。你没有权能，没有能力，系嘅耶稣，我哋宣告你，你必会拯救，你满是荣耀。你没有恩典，没有怜悯。天是新恩，我的永在至关，齐向你发高声唱歌，唱出赞歌，万世界响应，唱颂这歌。我真爱你，我真爱你，我真爱你。我真爱你，我真爱你。哈利路亚！你没有权能，没有能力，你会拯救你满是荣耀。你没有怜悯，没有怜悯，每天是新恩，我的永在。你没有权能，没有能力，我相信你主，你没有拯救，你满是荣耀，你没有恩典，没有怜悯，每天是新恩，我的永在至关。向你发高声唱歌，
唱出赞歌，万世界响应，唱尽这歌。我真爱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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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爱你。你没有全能，没有能力，你必会拯救，你满是永远。你没有怜悯，没有怜悯，每天是神因我的永在至关，齐向你发高声唱歌，唱出赞歌，万世界响应，唱尽这歌，齐向你发歌声唱歌，唱出赞歌，万世界响应，唱尽这歌。我真爱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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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真爱你。哈利路亚，哦，主耶稣，你没有权能，哈利路亚。荣耀的主宰，我颂赞你，你掌管这一切，我相信你主耶稣，哈利路亚，主我相信你，我将我的盼望在于你。哦，耶稣你是我盼望，仰望你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，耶稣是我的希望，耶稣是我的喜乐，耶稣在我嘴上之时，令我都可赞美。耶稣是我的山寨，耶稣是我的盾牌，耶稣在我忧伤之时，是我所可依靠。耶稣是我所等待，耶稣是我所渴望，耶稣让我今可在你的真善美，耶稣是我的希望，耶稣是我的喜乐，耶稣在我嘴上之时，令我都可山寨，耶稣是我的盾牌，耶稣在我忧伤之时，是我依所依靠，耶稣
所等待，耶稣是我所渴求，耶稣让我更可亲上在你的真实。明我们就宣告说，耶稣是我的希望，耶稣是我的喜乐，耶稣在我嘴上之时令我都可赞美，耶稣在我嘴上之时令我都可赞美，令我都可赞美，令我都可赞美。主，我要赞美你，哦，主耶稣啊，我爱你，哦，你是归靠，哦，你是归盼望，主耶稣，哦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，你是阿达巴拉的。主，哦，我要单单仰望你，耶稣，使我眼专心仰望你，耶稣，哈利路亚，哦，主啊，帮助我，单单夸你的名字，哈利路亚，耶稣的恩典，爸爸拉西的恩爱，波拉沙达的恩爱。哦，你是我的平安，你是我的平安，主，哈利路亚，主，我的平安，主，你是我的平安，主，哈利路亚。Amen， 主感谢你，你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可能真正的平安盼望，感谢主。那是有你在我的生命，我就会完不惊慌，风雨这么大，旷野这么宽，有你当在无忧愁，那是有你在我的生命，我就永远袂孤单。有你相作伴，甲你斗阵行，充满温暖袂过寒。海水的大石头。变暖，甘愿为我受尽拖磨，将我当作你心肝。海水的大石头的暖，你的食汤无变暖，温情这么大，怎样感谢一生甲主领相偎。同在的主，主感恩同在， Amen， Amen。所以嗰首诗歌讲神与我哋同在，首诗歌感恩讲主感恩同在，无论风雨佢都与我哋同在，无论风雨喺呢度喺能感恩同在，我哋嘅脚步佢都会引导我哋，啲延长系卡步 ，Amen， 感谢主 ，Amen， 哈利路亚 ，Amen， 哈利路亚。感謝主，哈利路亞。Amen， 哈利路亞。
不好我们给耶稣一个掌声，给耶稣一个拍拍，阿们，我们多谢祂常常与我们同在，耶稣时时感恩同在，感谢主，感谢主耶稣，阿们，阿们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再次的欢迎你，我一次来欢迎大家，又一个星期了，又一个星期了，感谢主，你们很忠心的在每一个礼拜六呢跟我们一起在网上连线聚会，感谢主，你们真的忠心，每个礼拜六跟我们在网上聚会，一起敬拜主，一起领受神的话语，坐定敬拜主，坐定来领受神的话语，现在我们都在屋企聚会了，自从我们两时在出来聚会，我们已经讲了很多个星期，我们怎么样奉献呢？我们讲了很多几个礼拜，我们怎么奉献呢？我们可以选择 PayNow 或者信用卡转账，我们是使选择的 PayNow 或是信用卡来转账，可能你说，哎呀，讲了这么多个礼拜我都不识，哎呀，可能你说，我讲了很几个礼拜，我都不会晓，没所谓，不要紧，你继续叫你的仔女帮你，继续叫你的仔女来帮助你，或者你的孙来帮你，你的孙啊来帮助你，我们相信呢，我们都可以一样的在网上奉献，我们相信我们可以在这里网上来奉献，我们的普通奉献和信心奉献有一个编号的，我们普通奉献和十一奉献有一个编号，宣教信心奉献都有一个编号的，信心信心的灵献也是有一个编号，只要你扫描一下那个二维码，你扫描那个二维码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了，就可以了，感谢主，感谢主，我们来做一个奉献的祷告，我们来做一个奉献的祈祷，哈利路亚，天父多谢你，特别感谢你，虽然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虽然在这样的环境里面，我们仍然可以奉献给你，我们继续是奉献，因为你祝福我们，因为你祝福我们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在我们生命里面，我们没有缺乏，我们没有缺乏，我们多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一个供应的主，你是一个供应的神，你看到我们的需要，你看到我们的需要，你不断地祝福我们，你不断地祝福我们，现在我们要收这个奉献，自从我们收奉献，求你来祝福每一个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姊妹，求你来祝福每一个甘心乐意奉献的弟兄姊妹，让主耶稣你自己的祝福不断地临到他们，让主耶稣你祝福不断地临到弟兄姊妹生命里面，感谢主，感谢耶稣，奉耶稣基督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圣名祷告， Amen Amen Amen, Amen。 所以我们鼓励大家一起拿去这个手机呢来做这个奉献，感谢主，鼓励大家来用手机来奉献。Amen， 感谢主。好快，我们上两个星期讲一系列的信息。正经我们顶两个拜啦，我们讲一个信息。与神面对面。甲神面对面。我们第一个星期呢，就讲到神是独一的神。第一拜啦，我们讲的神是独一的真神。上个星期我们讲神是信实无变的神。第二拜啦，我们讲的神是信实无改变的神。今天我们要讲神是一个圣洁的神。今天我们讲的是，我们神是圣洁的神。你知不知道神他不要他的儿女软弱？神不要他的儿女软弱。肤浅或者空洞，生命是空空的。他希望我们每一个信徒呢，看他的话语，而在他的话语里面呢，所显露出来的每一句说话呢，给我们看到，他希望每一个信主的人呢，看他的话语呢，所显现的，而不是他能为我们做什么，而不是使他能够为我们做什么，因为呢，他要在藉着他自己的话语呢，显示他自己基本的事实，使他藉着他的话语要显现的基本的事实，他要给我们知道，透着他的话语跟我们说，他是一个圣洁的神，使他可能透过他的话语，可能在意是一个圣洁的圣洁的神，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圣洁的，圣洁是神所属性的冠冕，圣洁是神的属性，启示录
四章八节咁讲，启示录四章的八节讲，佢话佢哋昼夜不住的说，伊人列咩不断地讲，佢话圣哉圣哉圣哉主神，圣哉圣哉圣哉主外神。佢系昔在、今在、以后、永在的全能者，是顶拜建立及以后永运地嘅转领嘅神。嗱，我哋知道咧，呢、这个写呢个诗篇嘅人讲，佢讲咧，佢系一个圣哉、圣哉、圣哉嘅神。写即系诗篇系作者系讲，如果那显示就系圣哉、圣哉嘅神。所以我哋嘅神系圣洁嘅神。本来系显示圣洁。喺诗篇一百一十篇。一一一九节咁讲，诗篇十八至十一集，十一集一篇第九集讲，佢话佢向佢嘅百姓所施行救赎，命定他的约，直到永远。他的名圣，他的名圣而可畏。耶向耶百姓呢，假啲拯救，直到永远，耶名是圣洁，啲学使敬畏嘅。啊！佢个名咧就系圣洁可畏，就系佢个名。神嘅名就是圣洁可敬畏嘅。你知啊？喺撒母耳记上咧，二章二节，哈拿当佢感恩祷告嘅时候，撒母耳记上二章二节，哈拿以基督感恩基督嘅时阵，佢话只有耶和华为圣。只有耶和华为圣，除他以外无有可比的，除他以外无自己嘅计上比，也没有磐石像我们的神，也无一磐石亲像我们的神。所以当哈拿佢自己嚟到神嘅面前感恩祷告嘅时候，佢都讲呢句话：只有耶和华为圣。啊，所以哈拿咧，以感恩嚟到神嘅面头前啊祈祷嘅时候，伊就是讲。意思只有耶和华是圣洁的，神是至圣至永的神，神是圣洁的有应有的神。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讲，耶和华众神之上，谁能像你？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一节讲，耶和华神在众多神当中，中呢无一个亲像你，因为他是至圣至为可重可畏的，因为是圣洁有应有的，是而且歌颂噶敬畏的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我哋知道神嘅属性咧系圣洁嘅，我谂就系神嘅属性是圣洁嘅。神系冇罪嘅，我谂系神是无犯罪，佢系完全冇邪恶嘅，佢是完全无邪恶嘅，佢系绝对完美的道德，佢是绝对是完美嘅。佢唔系符合某种圣洁嘅标准，而唔是咧，系符合某种圣洁嘅标准。佢就是嗰个标准，依就是呢个标准。佢冇所谓圣洁嘅等级，依无所谓是圣洁是咩等级？佢系完全嘅圣洁嘅，佢是完全系圣洁。我哋唔系话你有几圣洁啊，到边一个阶段噶？佢本身就系完全圣洁嘅。嗱，不讲你圣洁。到什么阶段？但是咱来神的是完全圣洁的，佢唔单止系冇罪嘅，神无罪无犯罪，但系咧佢恨污罪恶，但是咧以前恨即系罪恶，所以喺阿摩西书五章二十一到二十三节，阿摩斯书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，佢话佢厌恶你们的节期，以妥任以等嚟节期，佢唔喜欢佢哋嘅。元宵会，伊朗无暑假，因他们的元宵会。佢话虽然献祭同埋和赎祭，虽然伊朗献向神献祭噶赎祭，但系神却不喜悦纳。但是咧，神无喜悦。虽然佢哋将嗰啲好肥美嘅动物献上俾神啊，作平安祭。虽然伊人将伊去肥肥的牲畜哈献上做即系平安祭平安祭，佢哋又唱诗歌赞美神，唱诗歌嚟阿罗主，但系咧神讲佢哋系远离佢嘅，因为神讲伊人是
你贵能嘅。虽然佢哋弹琴唱歌敬拜神，虽然人弹琴唱歌来敬拜主，但系上帝唔会听。但是上帝无听人，佢唔可以接受以不纯洁嘅心献的祭，显示无接受以无圣洁心嚟献祭。所以神系唔喜悦罪嘅，所以咧显示无喜悦。犯罪，特别是不能接受以错误的态度做正确的事，是 不能够接受以一个错误的态度来做一件正确的大事。正话我哋睇到了以呢、这个阿摩西书佢咁讲，佢讲佢哋献祭，佢哋所做的每一样嘢系正确的。阿摩斯书讲咧，伊人所做的是。正确嘅是正确嘅，但系咧佢哋嘅心不纯洁，但是咧心咧无圣洁，所以神唔悦纳佢哋嘅献祭，所以上帝无喜悦呢样嘅献祭。佢虽然守好多个节期，虽然呢人守很多节期，但系上帝都唔喜悦，但是上帝无喜悦呢样嘅献祭。所以我哋嘅神咧系恨污罪恶嘅，所以咧显示欢乐即系罪。神显示佢自己系圣洁嘅。显示家己是圣洁嘅。当佢创造人嘅时候咧，佢显示嘅系正直嘅。当上帝创造人嘅时候，伊是还是正直的。所以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响，这是神造人原是正直的，就是神。所以传道书七章二十九节讲，神创造人原来是正直的。我哋嘅上帝系圣洁嘅，那上帝是圣洁嘅，特别佢唔单止创造人嘅时候咧，佢系显示出佢自己系正直嘅。佢创造人不但是创造人，而且显示家己是正直的。当佢俾道德嘅律法嘅时候，当神学呢个道德嘅律法一点嘅时阵，佢一样咧显示佢自己系圣洁嘅。佢所想是显示家己是圣洁嘅。所以罗马书七章十二节讲，律法系圣洁的。所以罗马书七章十二节讲着，以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，命令也是圣洁的，公义良善的，公义良善的。所以佢俾道德个律法嘅时候，所以先学啲道德嘅律法一点先，佢都向我哋显示佢系圣洁嘅。佢向我哋显示是圣洁嘅。当佢设立宪制个法律嘅时候，当先。这献祭的律法的时阵，所以话你唔可以将嗰啲有缺陷嘅动物献上俾我。你未使将呢啲动物啊，摆卡摆超动物嚟舒服话啊！我哋知道上帝唔喜悦呢一样嘢，上帝无喜悦安呢群嘅，因为佢系圣洁嘅，因为上帝圣洁，佢只能以一个代替性的赎罪祭嚟亲近我哋。先讲呢，只可以以这代替性的赎罪祭来接近伊。所以圣经同我哋讲咧，佢话凡物不多都是用血洁净的。所以是咩物件，拢是用血来洁净嘅。若不流血，罪就不得赦免了。那是不流血咧，罪就未使得着赦免。我哋感谢主耶稣基督为我哋死喺十字架上。感谢主。耶稣基督为咱死崩十字架，佢流出个宝血，流出嚟嘅宝血，洁净我哋嘅罪，洁净我哋罪，使到我哋能够坦然无惧地去到上帝嘅面前。世界我谂咧，会使嚟到耶面前。当佢表达了对罪嘅审判嘅时候，佢都要向我哋显示佢系圣洁嘅。当神嘅表达伊对罪嘅审判嘅时阵咧，伊也是喺显示伊嘅圣洁。所以他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到八节咁讲，帖撒罗尼迦后书一章七到八节讲，佢话主耶稣同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，主耶稣甲伊个有灵力嘅天使伫天顶咧，伫火中嚟显明，佢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和华福音的人，伊系审判啲无念百姓，及无听主耶稣福音嘅人。我哋知道咧，我谂知神对呢个罪嘅审判，
神对罪的审判，佢表达咗佢同我哋讲，佢系圣洁嘅。佢表达了咁样讲，佢是圣洁嘅。当耶稣将钉喺十字架上嘅时候，当耶稣啲钉绑啲十字架钉嘅点声，同样嘅向我哋显示嘅系圣洁嘅。所想以可能显示佢是圣洁。佢将佢自己献上当为祭，佢将佢家己献上为即系祭，就系要除掉我哋嘅罪恶，就是喺亚洲嗱罪恶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神是圣洁的，神是圣洁的，祂不单止是圣洁的，祂呼召我们都要圣洁，所以神何召人也是要我们圣洁。在神在这个先知以赛亚，祂怎样跟以赛亚说显示祂自己是一个圣洁的神呢？神怎样跟先知以赛亚说祂自己是圣洁的呢？在以赛亚书六章一到七节，以赛亚书六章一到七节讲咧，佢话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，当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，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，你看到主这般贵贵的宝座上，佢嘅衣裳除下，耶沙除下，遮盖圣殿，遮抹较为圣殿，其上有呢个撒拉佛士立。第顶面咧有即系撒拉佛骑棒一刀，佢有六个翅膀，有六个呢啲是咩啊？翅膀，有两个翅膀遮住佢嘅面，有两个翅膀遮掉佢嘅面，两个遮住佢嘅脚，两个翅膀遮掉佢嘅脚，两个翅膀飞上，两个翅膀咧就飞啊！他们彼此呼喊说：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。他们彼此就叫啦，讲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。他的荣光充满全地，他的荣耀充满全地。因呼喊者的声音，门栏的根基震动。因为呼喊者的声音，耶门的根基也是震动。圣殿满了冤魂，圣殿充满了即系。即系款啊！嗰阵时咧，佢就讲祸灾，我灭亡了。呢个时阵咧，佢就讲：哇，祸灾啊！哇，灭亡了。我是嘴唇不洁的，因为我是嘴可无洁净嘅人。呢个系以赛亚自己讲嘅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以赛亚佢家己讲：我徛伫咧嘴咯无洁净嘅百姓中。又因我眼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，又目睭看着。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，他说有一个天使飞到我跟前，有一个天使飞到我的面前，手拿着红炭，手拿着红色的火炭，用火剪从坛上取下来的，有一个火加刀拿在祭坛上面压下来，将炭沾我的口，将这个炭呢就沾翻我的嘴，我的罪孽便除掉，我的罪咧落就会使解咒了，我个罪孽就得赦免了，我的罪就会使得就赦免。先知以赛亚咁讲，先知以赛亚你讲，佢睇到神圣洁的荣美，你看到神咧圣洁嘅即系荣耀，佢睇到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看到大君王大君王万军。耶和华，佢目睹到呢个天使撒拉佛彼此呼喊，伊看清清乜看到即系天使彼此来呼喊，佢话圣哉圣哉圣哉是万军之耶和华，圣哉圣哉圣哉是万军之耶和华。嗱，佢讲佢嘅用佢嘅翅膀用遮住佢嘅面，伊讲伊用一个翅膀来遮有一个面。而遮掩神的荣耀，遮掉神的荣耀，因为没有任何生物可以承受这个辉煌的景象，因为没有任何的物件可以承受这样的荣耀的景象啊，我们知道呢，当时这个天使他都用这个翅膀遮住他的面，当时呢天使是用这个翅膀来遮掉他的面，不单止是这样，他又遮住他的脚，
啊，并且系借掉耶卡。佢话呢个系圣洁嘅地方，因为嗰即系地方是圣洁地方。因为神的同在分别为圣，因为神嘅同在是分别为圣的。嗱，呢个圣哉啊，即系圣圣哉啊，重复咗三次，啊，讲咗十拜。佢强调主系至高无上的圣洁，强调呢主是乖乖地顶面嘅。当以赛亚当睇到神圣洁嘅荣美，当即系以赛亚看着神嘅荣耀嘅荣美，点先？佢被这启示咧吸震住啊！即系睇到眼都定咗啊！咦，或者跨咗就跨定定呢度啊！佢睇到神圣洁嘅光。在他的当中，你看到神的圣洁光在他中，甚至他看到他自己的罪恶，你看到他自己的罪。所以呢，这里他说给我们出埃及记三章五节，他说神说 不要近前来，当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出埃及记三章五节说，神说不要靠靠近我，将你脚嘅前嘅耳吞落嚟，因为你成所徛嘅顶，是徛顶咧，是圣地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佢被神嘅圣洁毁了，以学神嘅圣洁啊毁灭了。佢睇到自己嘅可悲，佢看到家己是真系可悲嘅。有一个写呢一本书《一火为神的心》嘅人，有一个作。作家啊，伊写了即系一个为神的心。佢讲到，伊讲到圣洁唔系一个经历，圣洁唔是只经历，佢重新整合我哋的性格。伊重新咧嚟啊，整合我们的性格，一个废墟的重建，一个废墟的重建，系一个熟练嘅劳动。这是一个熟练的劳动，一个长期的项目，一个长期的项目，要求神给予我们生命和健康生活的一件事。在求神学我们的生命是一个爱主的生命，就是意思要我们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我们要不断的求主来洁净我们，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不断地求主来洁净我们，使到我们的生活更加虔诚，使到我们的生命更加来爱主啊，圣洁来是圣洁的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以赛亚不单止看到神的荣美，以赛亚不但是看到神的荣耀，他看到神的启示的时候他镇住了，他看到神的启示他讲了啊。但是神没有因为以赛亚看到神这个这样的情况，他继续留在一个悲伤的感觉中。以赛亚呢，他没有说看到神看到神呢，他流流崩这刀是真的悲惨的感觉中，他看到神洁净他，他看到神洁净他，除去他的罪孽，亚洲的罪，他的罪就得赦免了，他的罪就得到赦免，他带着心灵痛悔和谦卑的心回应神的圣洁，他带着心灵悔改的谦卑的心来回应神的圣洁。他离去了罪，他离开这罪，他接受了一个神圣圣洁的神，他接受一个圣洁的神，他接受神的宽恕，他接受神的即系下边，既然神系一个圣洁嘅，咁佢都要求佢嘅子民都要圣洁。神是圣洁嘅，伊特别爱嘅百姓是圣洁嘅，所以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，彼得前书一章十五到十六节，佢讲佢召我哋系圣洁嘅，伊何召呢是圣洁嘅。啊！你哋要有一切行事上都要圣洁，你哋所做大事，拢是爱圣洁。因为经常记着说，因为圣经记着咁样讲，你要圣洁，你要爱圣洁，因为我系圣洁的，因为我是圣洁的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，利未记十一章四十四节，
佢话耶和华你们的神，又话呢两系善，所以你们要成为圣洁。所以呢两系成为圣洁，因为我系圣洁的。因为我是圣洁的。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，上帝系圣洁嘅，上帝是圣洁的，但系上帝都要我哋圣洁，上帝也是爱我们圣洁。我哋嘅岗位喺基督入边系圣洁嘅。我谂计更岗位咧，而耶稣基督里面是圣洁的，所以我们的生活呢和我们自己所说的我在基督里面是圣洁的，一定是配合的。我们是试话跟我们说我们自己耶稣基督里面相同，一定要配合的、啊、因为他说我们在世上，但是我们不属世上。虽然我们是属于这个世界，但是我们不是唔是，我谂是第四界，还是我谂唔是属于世界？我哋嘅圣洁嘅生活使我哋有同世界分别嘅。我谂圣洁是话咧，是隔啲世界是分别嘅。我哋应该过着圣洁嘅生活。我谂特别爱过着即系圣洁嘅生活，使到我哋能够勇敢嘅嚟到神嘅面前。使到我谂嘅勇敢嘅嚟到神嘅面前。因为我哋知道，因为我谂知，系估我哋有罪嘅话。我谂是那是无犯罪，我哋唔敢嚟到神嘅面前。我谂唔加嚟到神嘅面前，因为就好似小朋友咁，清朝嘅囡仔群，当你做错嘢嘅时候，做沙拉灭镜，你唔敢去面对你父母，唔加啲亏嘢弥补清。所以咧，系讲我哋过着一个圣洁嘅生活，那是我谂过着就系圣洁嘅生活。我哋就能够有一个勇气嚟到神嘅面前，我哋就住勇敢嚟到神嘅面前啊。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怎样来试话来比，有时神会管教我们，神会使来管教我们，好让我们能够可以在他的生活、圣洁上有份，使我们在圣洁、来比呢有份。所以在伯来书十二章第十节说，斯波乃邪十二章第十节说呢，想唯有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万灵的父管教我们，是要我们得益处，是爱我们得着好处，使我们在他的圣洁上有份，使教我们在圣洁上有份。我们要祈求神给我们一个圣洁的心，我们祈祷主学我们这圣洁的心，使到我们能够影响我们走向圣洁生活的人在一起，使教我们可以影响人和我们做电、啊，所以我们知道，如果我们圣洁的话，我们能够去影响那些跟我们一起生活的人。那是我们圣洁，我们真的是影响别人呢，来跟我们作电。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罪有多深，那是我们不知道我们罪有多深，我们就不懂得怎样去感谢神的恩惠和他所作圣洁的事。我们就无边去感谢神的恩典的圣洁的事。Amen. Amen. 所以神说什么？所以上帝说什么？我是圣洁的。我是圣洁。你也要圣洁。你就必须要圣洁。今日，今日，我们要好像以赛亚那样。我们要清朝以赛亚设想。当他在神的面前，等于在神的面前，神的荣光充满他的时候，神的荣耀充满的时候，他看到自己的罪恶，他看到自己的罪，他来到神的面前，他来到神的面前，祈求神的洁净，祈求神的正义，祈求神的帮助，祈求神的帮助。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，今日，今日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是否是圣洁的呢？我们是不是圣洁呢？我们要求耶稣帮助我们，叫耶稣来帮助我们，好不好？我们请敬拜队上来，我们请敬拜团队起来。上帝是圣洁的，上帝是圣洁的。今日，今日，我们站在他的面前，我们站在神的面前，我们是否是圣洁的呢？我们是不是圣洁呢？那召我们的主，何召我们的主？他话说，他说佢系圣洁嘅，是圣洁嘅。你们也要圣洁。呢人也是喺圣洁。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，今日见你，无论你喺边度，无论你跌多落，你睇紧呢个银幕，你跨啲视频，可能你讲系啊，我个生命都系有罪。可能你讲我系生命是有罪。上帝系一个圣洁嘅上帝。上帝是圣洁嘅。
我要来到他的面前，我想要来到他的面前，再次的过一拜，求他来洁净我，叫主来洁净我，拿开我一切的罪，也走我们所有的罪，因为他是圣洁的，因为上帝是圣洁的。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，无论你在哪里，无论你跌倒了，你知道，你知，你今日见你，你要需要，你需要再次的求耶稣，过再一拜祈祷耶稣，来洁净你的，来洁净我，来赦免你，来赦免我，来攞走一切的罪恶，来解走你所有的罪，无论是思想上，无论是思想行为的，行为言语上的，你讲的话，我们得罪了神，我们得罪神，得罪了人，得罪人，今日见你，我们要求主，我们求主来赦免我们，来赦免我， Ame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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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en， 好不好？我们自己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们祈求耶稣，我们祈祷主祂的宝血，祂的宝血来洁净我们，来洁净我， Ame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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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en， 我们来唱这首诗歌，我唱这诗歌，是我的希望，耶稣是我的希望，耶稣在我最想之时，是我的山寨，耶稣是我的盾牌，耶稣在我忧伤之时，是我始作依靠，耶稣是我所等待，耶稣是我所渴求，耶稣让我今可亲尝在你的真善美，耶稣是我的希望，耶稣主啊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主啊，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希望，主啊，在你心里的希望，你来帮助我们，你来帮助我们，我们知道，我们在今天见你，我们需要你，我们需要你，再次的来过一拜，赦免我们的罪，赦免我的罪，释放我们，讨办我，在一切的捆绑当中，做所有的捆绑当中，因为你是我们的圣洁主，因为你是圣洁主，在我们的生命里面，到那个生命里面，可能还有一些罪恶，可能有淡薄的罪，有些你我们不应该做的事，有些我们不应该做的，捆绑着我们，捆绑我们，今天见你，求你来释放我们，求主来讨办我们，求你来赦免我们，求主来赦免我们，我们多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多谢你，感谢你，多谢你，感谢你，多谢你在十字架上所受的感谢你鞭伤，在十字架上所受的鞭伤，流出的宝血，流出来宝血，能够洁净我们，可以洁净我们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感谢你， Amen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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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men， 哈利路亚。在我们当中可能有些朋友，怎样中可能会有人朋友，你还未认识耶稣基督，你未明白耶稣，你觉得你自己生命有很多的罪恶，你觉得你生命里面有很多罪，你知道你自己真的不是一个圣洁的人，你知道你自己不是一个圣洁的人，但是今天，但是今天我要跟你说，我跟你说耶稣爱你，耶稣爱你，他知道他知你所面对的，你所面对的是什么，你生命中的罪恶，你生命中的罪，只要到哪今天你来到他面前，今天来到他面前，
领受佢嘅救恩，有一小嘢叫恩，因为耶稣，因为耶稣喺十字架上跌十字架钉，已经为我哋成就咗救恩，已经为我哋成就嘅叫恩。今日佢要俾一个救恩你，见呢一学即系苏嘢叫恩学你，只要你愿意开口嚟接受佢为佢个为你个人嘅救主，愿意喺接受咗你个人嘅救主，佢就能够帮助你，呢就系使帮助你，佢就能够赦免你，呢就系使赦免你，佢就能够释放你，呢就系使投放你。感谢主，感谢主，好唔好你？无论你喺边度，无论你跌到落。你坐在这个电视机的前面，你这班电视机的面前，或者你看着手机，或者你看手机，你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。你可以跟我做电视机，我们一起来祷告，我们做电视机。你说主耶稣，你说主耶稣，多谢你，感谢你，因为你已经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因为你为我死在十字架上，你流出个宝血，你 流出来的宝血就是要洁净我，就是要洁净我。今日见你耶稣，耶稣啊，我来到你面前，我来到你面前，我愿意接受你，我愿意接受你，为我个人的救主，为我个人的救主，求主耶稣，求主耶稣，赦免我所有的罪，赦免我所有的罪，求现在你，现在求你进入我的生命，接俾我的使命，做我的救主，做我的救主，带领我前面的道路，带领我。头整嘅道路，帮助我，帮助我，爱你，爱你，追求你，追求你，仰望你，仰望你，耶稣，耶稣啊，我多谢你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好爱我，因为你真正爱我，你为我而死喺十字架上，你为我死崩十字架钉，多谢耶稣，感谢耶稣，我敢祈求，我敢嚟祈祷，奉耶稣基督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圣名祈祷 ，Amen，Amen。Amen。朋友，朋友，系管你同我一起做呢个祷告，还是你教我做安尼嘅祈祷？恭喜你，我恭喜你，你已经系耶稣嘅儿女，你已经是耶稣嘅儿女了。耶稣已经洁净你嘅罪，耶稣已经洁净你嘅罪了。今日你已经系属于佢噶啦，见呢啲是属于耶稣嘅。感谢主，感谢主 ，Amen，Amen。Amen。 Amen。弟兄姊妹，可能在我们的当中有些弟兄姊妹你有需要，弟兄姊妹怎样用我可能你有的需要，或者你身体不舒服，可能你身体不舒服，你有一些需要，你有一些需要，经济的需要，经济需要，关系的需要，关系的需要，情感的需要，感情的需要。今日今日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，今天我们来到耶稣的面前，我们求耶稣，我们祈祷主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好不好？我来为你做个祷告，我为你祈祷，感谢主，感谢主。如果你是有病痛的，还是你有鼻涕，你可以按手在你病痛的地方，你手按手你的鼻涕。当我们为你祈祷的时候，当我为你祈祷，我们相信神要做医治的工作，你在主耶稣在做这医治的工作，或者你生命有一些捆绑，或者生命有捆绑，你要求耶稣，你祈祷耶稣，你说耶稣释放我，耶稣投放我，帮助我，帮助我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， Amen， Amen。 我们来祷告，我们祈祷天父，我们多谢赞美你，特别能感谢你，你看到在我们当中，你看到在我们中有些弟兄姊妹，有的弟兄姊妹有情感的需要，有感情的需要，有经济上的需要，有经济需要，有病痛的需要，有病痛的需要，求主耶稣，求主耶稣，现在现在，你伸出你大能的手，你伸出你大能的手，来摸着这些弟兄姊妹，来摸着这些弟兄姊妹，来医治他们，来医治他们，来释放他们，投放他们，来帮助他们，帮助他们，知道他们在主耶稣，主耶稣，你今日见你，你要帮助他们，你帮助他们，你会继续在他们的生命，你继续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做一个奇妙的工作，做一个奇妙的事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我们要捆绑，我们捆绑一切的罪恶，一切罪恶，一切的捆绑，一切捆绑在他们的生命里面，在生命里面，求主你现在来释放他们，主啊，你现在来投放他们，使到他们得以自由，使我们得着自由，因为你的话语说，因为你的话语说，在基督里面，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得以自由，我们得着自由了，给他们信心，给他们信心，能够能够相信，相信今日今日他在你的面前，他在你的面前是得自由的，是得着自由的。感谢耶稣，感谢耶稣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听我们的祈祷，奉耶稣基督，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圣名祈祷， Amen， Amen。
Amen. Amen. 今天我们都要为一些特别的需要来祷告。今天我们是为一些特别的大事来祈祷。我们知道，我们知道，这个疫情越来越严重，即是冠状肺炎呢，真严重。今天我们要特别的为我们的政府来祷告。今天我们要为我们的政府来祈祷。我们求主来祝福我们的政府。我们来祈祷来祝福我们的政府。每一个要做决定的这个官员。每一项大事要做决定的。我们要求主给他们聪明智慧。我们要政府即是聪明智慧。给他们知道怎样去做每一个决定。我们要知道怎样 做什么正确的决定。感谢主。感谢主。天父，我们多谢赞美你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。你好爱我们。你能真正爱我。好爱新加坡。你真爱新加坡。主耶稣。主耶稣。现在。至尊。你求，我们求你。我们祈祷。祝福。祝贺。我们在上的官员。我们在顶名的，即是政府的人。主啊，求你给他们聪明智慧。我们聪明智慧。给他们知道。我们知道。怎样做一个正确的决定。安在做这正确的决定，佢哋需要你，伊人需要你。主啊，主啊，求你带领佢哋，求主带领伊人，俾佢哋，学伊人，你嘅启示，你嘅启示，作每一个决定，做每一个决定。我哋感谢你，我能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，奉耶稣基督，圣名祷告，圣名祈祷 ，Amen， Amen。弟兄姊妹，弟兄姊妹，下个星期，下拜啦，仍然喺星期六，拜星期拜啦。十一点，早起十一点，我哋仍然喺嘉连线聚会。我谂就是啲即系连续嘅聚会。我哋嘅教会有一个特别嘅关怀热线。我谂教会有一个特别嘅关怀嘅热线。如果你有需要嘅话，还是你有需要，你可以打呢个电话。你使卡即系电话嚟俾我哋，卡学温能。你有需要，我哋可以为你祷告。你有需要，温能为使为你祈祷。感谢主，感谢主。主祝福大家，主祝福大家。下个星期系拜啦，我哋再嚟见面，我谂再见。